安頻道啦。今次咧我就啱啱先啦，不過點解唔開始？一個字開始，因為俾車撞。冲闸巴士总站，等我一下，啥？我买个茶包。我这应该是一个红茶巴士总站。好了，那其实我也站一个啊。特别远。哎，我上五级，我上五级。再见啦，拜拜。